要想把孩子生下来，只能靠他自己了。八子，醒醒，再努把劲儿！夫人，想想你娘亲，想想君人，他们都是为你而去的呀。你身上是齐家人的性命，是为他们活着，千万别放手，千万别松手啊，月儿！坚持住啊，娘亲，用力啊！好，好。用力啊，八子，用力，用力，用力啊，用力，八子，用力，用力。大王，大王，怎么样？孩子胎位不正，臣用尽毕生所学，保一人性命还是可能的。请示大王，是保孩子还是保母亲？当然要保。保母亲？自然是保母亲。是。你听见了吗？夫人，大王说要保住你，保住孩子的母亲。八子，不要管我，保孩子，保孩子。拿些鹿茸和人参来，让八子含上。月儿，要不能生，就看他的命了。时间，快拿水拿。月儿，拿水去！快快快，快拿水！快点去拿水！治病。听着，你要给寡人活下去，寡人还要你去成名殿为寡人整理书简，寡人还要你陪寡人看着大秦一统天下。你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没有？你听到了没有？夫人，夫人，醒了，醒了，女儿，醒了，醒了，八子，八子，用力，使劲儿。坚持，坚持，这是我的，琪琪，一、二。夫人，八
赏女一掷和太医令，重赏。谢谢大王。都两天两夜了，就这么昏睡不醒，可怎么是好啊？太医说了，夫人生产时太辛苦，力气已经用光了。小公子和夫人能活下来，全凭运气。可怜的月儿。夫人醒了，夫人醒了。月儿，月儿。孩子，快让奶娘把小公子抱来。月儿，你总算醒了，你都睡了两天两夜了，吓死我了。每日都来，还有王后，其他嫔妃啊，也不时派人过来打探，还送来了礼物，樊长史还送来了一套小被褥给小公子，那针线好精巧。八子，你看，男孩，男孩好啊，男孩真好，男孩以后就不用做印了，可以自己争军功，领封地，自由自在的活着，不用像你娘亲和你外祖母一样。